哎，现在时间是2015年是7月29号，已经快要到子夜了，是晚上的11:01，就是23:01，看到02的星期三是 Wednesday， 现在台北时间，我就用这种方式看一看哦。我们去看 News OK 吗 ？Google News 看看新闻时事，可以的话我已经设定好那个位置了，但还没仔细去看。基本上我们比报纸还要超前的那个时效线。OK， 我看看哦。是 OK，Team、okay, View 是没看到，基本上是美国的那个健康消息。那第一则，3个小时前的 OK， 马里兰的男孩呢？那小男孩是啊，他在小儿科是 dual hand， hand 是手的移植，他是手的移植的这个受赠者。是，尤其是异体移植，就是从他别人身上的移植他手，一只手到他的身上去，是很特别哈。好，那他名字叫 Zion Harvey， 西安哈维是，他只有2岁大。我们要看进去吗？我们看到重点，我要看进去哦。OK， 他基本上那原先呢是infection 就是感染很严重受到很严重的感染，那导致呢。他手跟脚必须要移除切除的意思，要进行看吗？我看看 related 的部分 organ transplant infection， 那基本上移植手术这种东西啊，那是非常特别的，又不是器官之外，那像手四肢都移植就非常困难了。那移植上去的话，那通常血管神经的衔接不良的话就坏死了。那要必须马上及时把它移除掉，如果它坏死，反而要把它移除掉，是吧？即使是你本身的这四肢会受到很严重感染，不行的话要把它割除掉，要切除掉，否则会导致坏就是败血症啊，很种种的东西的后遗症啊，是吧？我们就可以进去看嘛，好，进去看一看 organ transplant infection，OK，、okay? 相关的第一则是。器官移植的感染，我们看看哦。原来是第二则是最年轻的病患是这个东西 ，double handed， 是啊，他是两只手都做移植。那第三个是 boy 8岁 becomes youngest double hand transplant， OK， 他是最年轻的是受赠者，这移植器官移植的受赠者 ，OK。甚至我们可以看看，好，我们进去看第一则。Organ transplant infection， 进去看看。OK， 好，是罗宾森的这个病例呢，是非常的罕见的。那基本上呢，就有88个，在过去20年当中呢，就有88例。是 ，was one of a handful of people that got COVID。那他基本上是，好几十个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在那个地方、那个区域、那个城市或乡镇吧。那他是哪些人呢？他是唯一的一个。哪些人当中呢？那些人就是需要多重器官移植的那些人，他是唯一的一个，是很特别哈。那第二则我看看，这就是深度的新闻，因为我们点进来了哈。好 ，disabled denied organ transplant。My daughter Amelia 是我的女儿Amelia 是在3岁大的时候呢，是啊，这个很特别的症状，到沃夫 Hersham 的这个症候群，那它是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疾病。那将近3年之后呢 ，Amelia 是 was denied life saving cancer， 那基本上遭到拒绝了，怎么样拒绝就是。可能呢、啊，要原先想说可能计划说要移植他的肾脏，那是要救命的一个手术，但是基本上被否定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可能医师的考量嘛，医学考量，那基本上被拒绝，不能进行这样的手术。Even though I was denied on this， 即使呢，他父亲本人呐 愿意把他的是肾脏捐出来了，是 OK， 大家看过。再看下面 ，Salisbury 那是指英国的 Salisbury， 南英格兰的是，一个妇女呢，那基本上是啊，接受了救命的移植手术，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啊，is a later call。
Michael's Tradition of 我往下看，俄亥俄州那妇女呢是哦，她的遗产是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因为小宋想到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其实啊，那个是子宫颈是不是？子宫颈癌是还是什么？还是卵巢一个妇科的？那基本上所有那个肿瘤，还是妇科的，不然特别肿，好像子宫颈癌的肿瘤。是那个因为你知道那大家知道是医学要做实验或者要做操作，那癌细胞从哪边来的？基本上有一个争议，就到五六年前嘛，美国一个争议说，基本上他发现他后代发现所有医院或者是研究院研究室的那个妇科但是卵巢癌吧，妇科肿瘤都是来自于他的母亲，他母亲是一位黑人，就当初啊那可是弱势吧，他基本上也是病患，那医病不对等的那个就周遭条件之下，他的那个病就是他的肿瘤病株就基本上广泛被使用，那基本上没有获得家属的同意或者是本人同意，但那个时候有一些条件限制啊，所以造成轩然大波，那他后代出来讲话了，说这个东西是就违背了非常医学的伦理，还很多很多相关的课题，那现在这个东西医学伦理非常。大家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回去那个东西 ，OK， 就把它基本上把它，也不是平反，基本上是，它声音出来了，声音出来，大家非常重视啊。那基本上是那个病株，就是那个卵巢癌的病株嘛，肿瘤基本上来自于非黑人女性，那后代的基本上黑人的后代是美国籍的黑人呢、是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就大概大同小异，我们往前看 OK 吗？往前看。往前看，刚刚那个地方 ，OK， 是好，就往下看。刚刚我们看完的那个，大家看一下那个，我点到为止 ，OK 吗？好，那为什么那么多美国十多岁的少年呢？那要使用那个电子香烟 ，e-cigarette？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接下面 ，Then now Medicare 是美国奥巴马那是就是那个健保的问题啊。其实美国的状况跟台湾差很多、美国健保覆盖率跟台湾更不能相比、所以有一阵子有些外国人 到台湾来视察的时候发现台湾的覆盖率健保的覆盖率非常非常广，而且一般人付的健保费非常非常低，所以基本上在国内的人员大家就是要惊弓之鸟，觉得已经快到破产的边缘，那就外国人看起来非常艳羡，就是像美国来讲呢，健保覆盖率非常非常有限，那健保的这个付健保的费用非常非常高啊，那覆盖率低，费用高的情况下，那你看看就某些阶段的人，某些阶层人才获得裨益啊，是啊 ，OK。这是指那个刚刚我们讲到 Medicare 的这个东西 ，medicine 加上 care， 然后变成 Medicare 的词。OK， 往下看，纽约是 Mad and Gentlemen， 我碰见。我要声明一下，小宋要声明一下，那小宋大概有一年半没有看全世界的健康新闻消息，都是耳闻的。没有仔细看，那论文完全没有接触了。那好，那早期呢，好像六七年的时间都一直接触全世界健康跟医药新闻。过去到的至少半年到一年左右有很大的那个落差的 gap。那基本上，因为小郑有别的事情的关系啊，所以没有接触这方面的消息。可以的话，我们以后慢慢看，是啊。OK， high frequency 就是高频率什么 ，spinal 是脊椎。脊索刺激 more effective， 是啊，就是指那个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慢性病痛，对，用脊椎去刺激它，可能用电疗吗？我不晓得 ，OK， 是啊，这个很特别的 ，OK， 一个麻醉学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FDA 是美国食品药物管制局啊，它批准了 balloon for weight loss， 是 OK，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错的话，跟半年前差不多的话，就是。他们就想用那个气球扩张术来达成节食的效用，那基本上节食是很难啊，那基本上意志没办法去克制那个食欲啊，他用什么方法？用早期用那个胃肠道绕道术，那基本上更早期用那个胃脏的切除术，那吃东西一样，但是吸收有限，而且基本上大幅有效的降低那个摄入的营养素，那就像肥胖的问题可以一定的程度解决，是大幅度解决，
那这个东西呢是用balloon 就是指那个是气球嘛，那看看啊，它基本上有导致饱足。